条公路上出行。这就是风景台。这就大概位置，这儿就是抚琴台。这就是风景台。我们要寻找的抚琴台曾经为泸州八景之一，相传2800多年前琴曲《吕双操》就诞生在这里。北宋时期，一个人一辈子只弹这一首《吕双操》，这个人就是文人典范范仲淹。可惜今天已经见不到记载中所说的有三张方桌长被称为抚琴台的大石头了，因为上个世纪60年代这里修建航道职工宿舍，有人称这块石头在那时就被破坏掉了。或许眼前的这块就是抚琴台的残石。所以人们称它叫樊绿双，就是这样的。2018年6月，成都的杭中六先生召集琴人们在家中雅集，之前特别嘱咐打出了《吕双操》这首古老的曲子。他那个矮人呢，就怕他的那个将来的地位啊、遗产啊，那个的继承呢，怕落在他那个大的那个儿子身上，经常的谗言在他面前说他儿子怎么怎么样不好了，说尹伯奇怎么不好，调戏他了。尹伯奇是西周宣王辅弼大臣尹吉甫的儿子，他遭后母设计诬陷，被父亲尹吉甫一怒之下赶出家门。伯奇流落在江边，忍饥受冻，悲苦无告，于是他将自己的遭遇写成琴曲《吕双操》，传诸后世。这是建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钟爱《吕双操》的原因，应该与年少时孤身在外求学，忍饥受冻，思母心切，最能体会《吕双操》中那种孤苦无依、渴望父慈母爱、家庭温暖的心境有关。但一生只弹此一曲，除了工作繁忙、时间少，还应该与他一贯的勤学主张大有关联。这种主张在很可能是徽宗皇帝亲笔所绘的《听琴图》上，从这行字里得到了印证。这个画面呢，上面就有蔡京，就当时的这个大臣蔡京权臣了，他写了一首诗，七言诗题在上面，这个叫做仰窥低神，怎么就是意思就是说似听无弦一弄中。那个宋徽宗弹的显然是有弦琴，但是他的心是意义在什么呢？超越了这个有形的东西，他的内心是在一个很形而上的、很高妙深邃的地方。似听无弦，自然是暗指陶渊明的无弦琴，以及无弦琴中蕴含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高妙意境。蔡京虽然在宋代就被定为六贼之首，在历史上被视为巨奸老恶，但主持过修史，编纂过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书法上也极受艺术家皇帝宋徽宗赏识的他，艺术鉴赏力自然不弱。他用似听无弦来对弹琴的宋徽宗做极致的恭维，说明无弦琴的审美标准已经在特定阶层取得了相当的共识。那么到了宋代呢，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这两个方面呢，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从宋徽宗的瘦金体、瘦金书，到一大批国家画院的这个创作，山水画，
都体现了宋代审美的特点，包括古琴，还有宋代的瓷器。更多的追求什么呢？追求淡这个字。那在古琴的艺术上呢，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无弦琴赋、无弦琴诗，就是说他们追求吧，这个古琴的音乐呢，更多的向这个禅宗、向道家靠拢，越来越追求就是以静、以空、以无声为美学的境界。漏以房次律，音循堕流俗，玄之董庭兰，不识无弦曲。从苏轼这几句明显带讥讽的诗看，宋人对无弦琴的独到审美是相当自负的。正是源于这样的审美，许多文人琴家并不追求多弹曲目，同范仲淹一样，欧阳修甚至主张会弹三五小曲足矣，而他们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这里900多年前名叫乐谱坊，是朱常文的藏书楼，当时藏书多达20000余卷，比写有《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藏书还多了1倍有余。当时乐谱坊曾名动京师，名人士大夫以不到乐谱坊为耻。朱常文著述《红赋》，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部琴史。学识丰博的朱常文非常激赏范仲淹的琴学主张，认为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奇趣盖深矣。范仲淹谥号文正，史称范文正公。他一方面呢，反对高度技巧化，就是所谓反手吟声，但是他同时呢，又非常的关注技巧。古琴的技巧是中国民族传统乐器中最复杂最多的，手势手法就有100多种，你就可想而知。没有一个乐器能做到，可是他要求的是什么？古淡、清远、和静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是说看起来没有用任何技巧，你过分的华丽反而背离了古琴，因为古琴是引导我们回到内心世界的，你过分的这个华丽的声音啊，它引导我们去追求那个声音本身和那个外在世界的东西。范仲淹认为琴之大道在于和天下，因此他批评当时太多人追求妙指美声，巧以相上，丧其大，金其细，主张琴不以易观。同时期的欧阳修也认为琴之为技小矣，他们的这些观点都强调四听无弦。那么审美高妙的宋代文人们生活中又是怎样弹琴的呢？请看下集《相伴之音》。